比赛还没结束呢。这张小凡不对劲，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。 大主峰张小凡，请赐教。师姐，你的伤有没有好？住口！这次比试，我定全力以赴，还请师姐不必手下留情。 还没结束呢。这张小凡不对劲，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。 现场演示。